好，真的、哦。不对，音乐游戏要大声一点，没错。关卡编辑器。我考完了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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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刚才按了 W 而已，等一下。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因为他那一关应该是偏后面的了啊，是按这个哦，白痴哦，新模式吗？我评价是 C 耶、欸，我的天！完了，我要把病人医死，天啊！剧情模式。话没说话还是没开？我讲话啊，没说话还是没开？我讲话吧，喂喂喂喂喂，有人听到声音吗？啊，声音有点小声。又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了，天啊！至少这游戏没版权呢，比较开心一点。我节奏很烂啊，但我这玩 InGame 就知道啦。
早按一个 A plus 哭啊，我差点失家欸。你这怎么一直改会啊？什么东西？一二三四五六七，看我们能在拍子中抓到一个大学生。靠眼睛玩啊！一、二、三、四、七。我玩这游戏眼睛是闭起来在玩的呢。二、三、四、七。我就是看聊天室玩。反正我是抱着来听歌的心情在玩这款游戏。什么？还以为病人坚持来这里治疗，那交给我吧。S plus, good job. Good job. 对，这首很好听，
那好，我要坦诚，其实昨天是在看懒懒玩，然后就觉得说，哦，这游戏好不适合我。然后说你可以实况，我说好，我来。然后昨天就是看到他玩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模式，有个跟神经病一样在玩的，我说不行，这我一定不行。好，来了，下一首我不行欸。那下一首的，你们也知道我喜欢的歌是抒情的歌吗？那种电音或者是摇滚的，我头听了会有点痛。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想什么好吗？就是丢咖啡那个啊。我昨天在看我其他朋友在玩实况，也是有些人是卡在丢咖啡那边。我想说，哦，啊，不干我的事，去看那个《啾啾奇幻冒险》《奇妙冒险》音乐的心理技术，通过儿童我们可以尝试。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好技术。另外，通过这项技术，实习生可以实施远程治疗，不仅节约人力成本，还缩短了等待时间，这是一种双赢的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这项计划能顺利进行的话，我们就可以。伊恩，你已经不知道了，玩了就知道，不知道啊，合理吗？先结束之前提交一份报告，注意他，这是我们的，好吧，别怀疑。我们应该带你到刚刚见见其他病人是这个见吗？你应该可以以一种头像通知病人。哎，等等，好像出了什么事情，有一个病人需要协助，看起来不妙啊！不行啊，下一首歌我不行啊！你看有人头是这样转的吗？嘎，他画喽。
轮下来做吊饰，有病哦、喔！爱狼儿，好了，开台画画，白痴哦！好了，来面对了。七拍是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首吧。等我一下，我随便找个当值日生的来。那个，今天换冰沙吧，冰沙。你当一下值日生，怎么按低是两倍速？什么意思？好卡俊。早按两个了啦！这个谁？那个奔一下啦。暂停使用。好、哦，冰沙你也人太好了吧？现在没有冰掉它。梦梦安安。耶、yeah, 我们结束了。字幕没有繁中吗？有。可是要怎么设置？这边怎么设？我不知道，他写说有繁中啊，这个游戏。重启看看。不用管游戏画面啦、啊、用听的就好，这是用听的游戏。哎、欸、怎么开始了？
白痴哦。加我少按一个哎、欸，不完全是哦，那没问题了，那应该这就是啦。恭喜呀！好啦，我们下一关，我们要来。这个昨天蓝蓝你其实玩很久了、欸，我好怕、喔。因为蓝蓝喜欢玩节奏游戏嘛，我就觉得哇，你是神吧，怎么都可以玩那么强啊？这关要切 OBS， 不是欸，到了，那个是要连弹的地方啦，昨天我看到啊，它整个就是你画面会到处视窗会到处转，对啊，心脏烂了，你已经掌握了？没有，我没有。而且他最屌的是蓝蓝昨天是用困难在玩，他说他预设就是困难，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困难跟简单差就差在那个按钮的宽度，就这边一条的宽度。我想说奇怪，他的好细哦，怎么跟其他人看起来不一样 ？Ready。Get set go.爱吗？
哇！哎、欸，我比他好一点点哎，他第一次玩这个，他好像是C加吧，完蛋啦、啊！没有，我觉得是昨天因为都有在看他玩，我有先预习过了。啊，不是不是，是这一关，这一关他好像才是C加吧？一下广告啊！二拍 Ready Get Set Go And Stop蓝虾吗？哇！慢了吧。哭啊，有点惨了。没按到啊，白痴哦、喔！才能 A 加、喔，骗人啊！弟，有口安安。
边我是知道会有等的等的等的，可是就是我按下去已经来不及了，节奏就是在那边，根本他跟不上我的节奏，不是我跟不上他的节奏。没看懂这怎么打，就是他有就节奏嘛，就是有四四拍的等等大等等大或者等大等大这样子。哎、欸、干，你们都在，我们来玩熔炉模式好了啦。来了，我没想到，我才玩三十分钟就来端咖啡了。这是什么难度？简单一标准吧，对吧、啊？标准，简单标准困难而已。哎、欸，那时候我看懒懒他一个什么，只要有按就是会直接解那个哎、欸，好。来了，我还丢咖啡了。丢个三十分钟不可能，可能要丢个一个多小时。可是丢咖啡的歌真的很好听。我那时候挂闪闪的台，我都是在听咖啡的歌在做事情。好了，灯光开始。咚大咚大咚大。Ready, get, set, go. 死人呐、啊！我没有掌握啦！啊，哭啊！来啦，真的很好听。我来丢咖啡吧。Get, set, go. 不懂丢咖啡。哎、欸，我比三三好了哎、欸。我来讲一下丢咖啡，就是你看中间个老板，然后这个背后会有个外送员，他就把咖啡丢过来，这个意思。三三，我比你强啊，三三。等一下我去换一下。
没有，是昨主要是昨天有偷看人家玩。这关卡超久的，没事啊，我来面对了。听不懂拍子就是22拍或是0.5拍啊，就懂懂大或是懂大再拍就懂大懂大懂大而已啊。我也不懂啊，跳过，开始了，听歌喽。反正就当做听歌嘛。真的 Get Set Go 我比蓝蓝，我比闪闪好了吧？天哪！我去跟阿长炫耀，我去炫耀一下下。说阿长，我去炫耀一下哦。我第一次玩咖啡就 C 加，第二次 C 加耶。听到快睡着了，你是说因为太抒情了吗？连看都不看都丢重点。对啊，我那天也是这样讲啊。我说这太扯了吧，重点是他是到底是怎么丢的那么准的、啊？你要知道，闪闪玩这关玩了七个多小时、欸。哦，原来是快睡着了、哦。晚安，晚安。Set, go. Ready, get, set, go. Ready, get, set, go.Set, go! Get set, go!
set, go。Stop. 好难哦 C plus 哦，要 B 以上才能下一关，对不对？再来就是有个方法，就是超白痴的，简单。我们要没有梦想，好简单。你看简单差别哦，简单就是它中间那个框框会变粗。看看简单跟那差别吗？不是，它是框框真的变大。你看那个按钮变框了有没有？ Go. 你们看它下面那个按钮变大了。Ready, get, set, go. 后面看瞄一下聊天室，整个错乱了。哎，结束了。笑，我要去给你们看简单跟那个的差别。玩这个好了，你还记得刚刚那个按钮吗？你看这个按钮很宽，有没有？你看这个很那么酷，你看很粗哈。然后困难，懒懒是那时候一开始开局玩的困难。你看哦，有个，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就是很强啊，对啊，所以，对，我想说，他是到丢咖啡前，丢咖啡的时候才发现说他是困难，他前面都是用困难在玩。
的标准。然后这边好像是剧情，这边不用按，这边是看剧情而已。哦，这边可以玩，就是我可以按空白键，然后跟着背景一直玩。往后坐，
我很喜欢爵士歌哎、欸，不爵士歌，爵士乐。所以我很喜欢听那个阿长。S plus, good job。没有啊，我等一下再订一下咖啡啦，因为我是用简单过的。你看啊，评价是 B 嘛，然后，好，用标准看看啊，我们再来听一次。你有回我吗？哦，你没回我，我有赖你啊。我不会。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像很好笑的东西哦。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有人想盗他的人设吧？你们等我一下，我再看看笑话。哇！你现在开始了，哎，闪闪，我就不说了，闪闪，闪闪看好 ，B 加，好吗？我玩不到一个小时哦，我丢完咖啡啦，哈哈，哎，闪闪，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玩就 D 加，第二次、第三次是 C 加。拜托，我又不像你卡了几小时，七小时，我现在是要回去练习啦。我刚才看 FB 的笑话，帮我传话给他，这位哥哥的。昨天在那边说很难很难，你才滚！你说你吗？没有，我现在是要回去再听再练一次，因为我是用简单偷偷过的啦。啊、你有调难度吗？你是调标准还是困难？阿长，你现在跟我炫耀你的人比较厉害喽。对，你跳过。等一下，我刚刚就是打拍子，用脚在打拍子，就刚刚脚有点抽筋，就拍子就乱。来吧，闪闪，再来听一次你的噩梦的歌。我靠！Go! Get set! Go!
啊，吸了。Get set go。哦、oh! ，C plus， 我好烂哦、喔！来哦，再战这边，这边有简单、标准、困难。然后那个我有个朋友叫懒懒的，他有个说是一键按下，就是只要你有按就会完成的模式那个难度。然后我怎么没有？来哦，闪闪，你看好。你看差别差在哪里哦？你看这个按钮有没有很大颗？然后再来你看一下这边哦，这个是简单难度的，然后是标准难度的，然后这个是。困难就是真的要对到很准啊。然后就这样子。喂，你真的过不了，你可以调成简单模式去过哦。所以我是怕被你笑嘛，所以我才想要用标准模式过，不然会被你笑啊。你才不要调简单，就不要调嘛，就不要调啊，这都不要调啊。我是什么模式？困难，我不要。我怕。反正你要看那个人玩，你看这个按钮就知道了。困难模式的话，按钮就是超级细，超级细，像这样子。你看。是超级细的，就弹簧。嗯，也可以用滑鼠，是不是？好。Get set go。哎。哎，滑鼠没有延迟，等一下哦，我发现好猛哦。欸、他不能用滑鼠哦，那为什么在里面可以用滑鼠啊？你好，你看我现在是用滑鼠哎、欸。Get set go。噔。Ready get set go。
And start， 哭啊！懒散看到没有？我是不是比你强？我越来越强了哦！我再要 A 了哦！我再要 A 了哦！不过我真的喜欢听咖啡厅这首歌哎。所以那时候看你卡关，我卡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一直听这首歌。所以每当你每次按重来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我喜欢听这首歌。我改一下，简单看一下哦。你看这个这么肥。Get set go。欸、滑鼠的延迟跟键盘不一样哎、欸，滑鼠是马上、欸，键盘有一点点延迟。Get, set, go。嗯有 ，Get set go， 谢谢闪闪，谢谢谢谢有闪闪的推荐，谢谢谢谢谢谢谢闪闪，谢谢闪闪，我还是要会标准好了，好好羞耻哦，哈哈，不行啦，我觉得好羞耻。闪闪，你去按，你去玩简单啦，快点，快点，快去玩简单。我当然不可以用标准啦、啊，我刚刚有说我用简单哦、喔。后来看到超大颗的，不可能啊，简单才不适合我呢。这是不是很难？各自标准。像这个是简单过的啦，啊不不不啦，标准过的啦。这个反正前面这边都是用标准过的啦，看到没有？一次过哎、欸。英文版的好听，什么英文版的？这个我就很怕了哎、欸，这不是很难吗？1234567，1234567。像这个我就有点受不了，因为它有点太电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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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真的受不了这种歌，我要把我耳机带一边。我真的不太会这种哎、
我的心烂掉了啦。哎，三四五，对啊，哇，我鸡鸡露出来了，我不会这种歌，而且这种歌我听得好不舒服哦。用扁黄花式滑鼠跟用键盘怎么差那么多啊？感谢杰云的超级留言。云南安安，没有，我跟你讲，现在音乐开太大声了，所以超级留言那些没有用。你们都喜欢听这种啊，比较电音的歌，我就没办法、啊。没有。哎，闪闪，改用滑鼠玩的啦。噔噔噔噔噔。就喜欢像这种抒情歌啊。我会发现有时候没办法哎、欸，你看，有时候就是不然，对不起，我不该推荐你用的。雪莉，哦不是，海莉。哎，感谢阿崇的30块，感谢感谢，我很棒。哎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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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哎呦，小鸡鸡肉出来了！阿茶，噔噔噔噔噔噔噔。哭啊！没啦 ，B 就是过关的，没事没事没事。要再一次吗？我蛮喜欢这首歌的，来来吧。过关啊，当然过关啊。噔噔噔噔，六一，六一，嗯嗯嗯，哎。应该叫于娜来玩的啊，因为那时候去汤姆熊就是于娜、莹莹，还是莹莹吗？还是谁？陈烨哦。然后小林他们都在玩 In Game。鸡鸡跑出来啦！鱼那还没有死定哦，哇！不过他加死定，他需要买东西才能加好友，不是吗？记得，真更阴冷而已，说不定他们不擅长这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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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玩得可嗨的喽。擅长跟不擅长是其次，喜欢跟不喜欢才是重点。所以像你看哦，好不好？我很适合玩 in game 嘛，对不对？但是我就不喜欢玩 in game 这样子，就像。我喜欢画画跟我会不会画画也是其次啊。你看、哦、喜欢画画你可以，你今天画的丑，你今天画的好或不好看都是跟喜欢有关。那你今天画的好不好就跟会画画有没有关。共勉之。但他不能加我们。对啊。噔噔噔噔噔。什么啊？易用性是这个吧？额外难度？啊，不是这个吧？啊哈哈哈！就这个，就这个。哎、欸，阿长，来来来来来，我要来，我要来 S 咯，按了就中哦。刚是哪一个？我要去血池。这个对不对？
这个好了。闪闪看到没有？按了就中哦，闪闪。还在看台的话，闪闪。呼叫闪闪。你可以把这打开哦，你看这么大颗。我会看聊天室了。哦，闪闪，看一下啦。鸡鸡不会再出来我要守护他的鸡鸡，对吧、啊？给我们这种捞金鱼需要用铁网的人捞，而不是用那种纸网。也不是按了就中了，你是要到黄框框才能按呢、啊。怪不敢告白，游戏难度吗？按了就中你那个按了要中，就是要在黄框框这边按了才会中。S plus, good job。闪闪，这个方法送给你，如果你有想要全部 S 加的话，但是你这个就是关台后再玩就好了。好了，我调回来。那闪闪看好哦，按了就中，你要把易用性的这个打开才行哦。啊，这个窗口移动，这个是好像我等一下玩的那一关，是它会在我的画面上面随便乱跑。啊，听说这个对 OBS 的体验不好，所以我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吧，哎、欸，这不是节奏医生吗？这是啊。好啦，开始咯。他说额外连度有两种，谁呀？你只玩鲑鱼什么东西？噔噔噔噔，你现在在订外送。
现 Go 谁说无关紧要谁说全都会好可我挣扎过努力过你依旧让我无处可逃你的诱惑是我的毒药神仙外送嘿嘿经历这些曾经为你写首歌是我给你憧憬 Ready, get, set, go 最欢迎你我清醒是这种枕头为你我证明不要再憧憬不要再憧憬 Ready, get, set, go 带走我的憧憬煮掉了死掉了再次没有我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可是他的那个真的太快了我的键盘好像来不及按可是我刚刚是用滑鼠按可是滑鼠都更快快点啊BOSS 关哦 Get SetGo 滑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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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关掉了因为会这个对实况来说好呀等一下讲要死人了对啊你们就只是看到我不知道干什么掉来掉去它就是你的视窗会在你的画面里面动来动去要死了那就只有我看得到你们看不到啊除非我就要用那个显示器截取好难哦你看我把那个视窗会乱动就是他你们玩游戏视窗化对不对那
这首歌它的内建就是你视窗会乱动啊，对有双萤幕的人来讲说他会跑到另外一个萤幕去，所以这个会有点，不这跟截取不一样，这边有存档点，为什么没存档点？是我太烂吗？对不起嘛。因为刚刚解释啊，解释就 眼睛就飘，就是说重启哦，然后它就是你视窗会跑那个，这边是视窗对不对？你会跑到左边来，那我就用浏览器截取也没有用啊，它视窗会跑到隔壁的视窗去，所以对有双萤幕的人来讲也不好用啊。有存档哦，大家看一下哦，有这么酷炫的东西吗？是这关没错，没有啊？哪边可以存档？进医院的时候吗？还是我没看到？哒哒哒哒，感觉这个还蛮友善的。没有存档。Go。我怎么抵抗？有的。那苦涩欲望，再一杯让我释放。有的。哦、oh, ，你说按 R 吗？然后左上好像有哎、欸。哦，这眼睛好烫啊、哦！哭啊！没有，我在看聊天室啊。白痴哦，哪边没有按 R 快速重新开启，没有啊，哪里有？我的问题吗？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哦、oh, ，yes。好，对不起。由上数下来第二个，这个、哦，这个会怎样？就直接全部重来吗？
是从这边开始还是会从医院开始啊？是从医院开始跑吗？那这样子好像真的很佛心耶。我前面在干嘛？ Get set go、嗯啊嗯、我要喝东西了。好的，是被电了之后吗？我现在眼睛闭起来的哦。哦，眼睛闭起来好有用啊！这边吗 ？Ready get， 这边按重启就好，是不是 ？Set go。最欢迎地广天性，是这种阵痛，为你我证明，不要再憧憬，不要再 Ready get set go。满足我那憧憬的心。还好我闭着眼睛，天啊，刚刚好像我的眼前在闪，一直闪，一直闪，我的天！耶、欸！全程闭着眼睛有用耶、欸！要不要考虑玩玩家制作关卡？不要，不要。啊，万一有版权怎么办？对不对？没有啦，就先玩主线吧，主线玩完再说啊。嘿哈嘿哈，我来了。哦，是哦。
咦，干什么？我不给走是不是？我记得这个也是电子音电的很恐怖的哎，完了完了完了，我先播个广告。主病房，他不给我选啊，哎、欸、有哎、欸，白痴哦、喔，微微。我擦个药，多亏了这种新疗法，好多病人恢复得更快了呢。你觉得刚给我听那首歌的话，我应该在病房里面恶化得更快吧？我们还要去找史蒂文森先生的病情呢。两个都分页，哇，这么棒、啊！好吧，无所谓，我是来这边跟你说说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过去几个月有很多人离职，太可耻了。不是啊，医护人员压力很大啊。现在计划改变了，为了节约预算的时间，我们不会再去招募这些岗位了，永远都不会了。我的天哪、啊！节奏医生填补岗位，你们已经证实了这个疗法是有效，所以说。这就是老板不聘用新员工嘛，啊就觉得说啊旧员工就是要去顶替啊，对不对？你能力那么好就去做啊，然后钱也没有加，我天哪，对不起，9bug。哦不，是谁把宠物带到医院来了？抱歉他，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个。你能看一下这只小鸟到底是从哪边来的吗？我去忙别的了，真的大妈妈，等一下回来，拜拜。要死人喽，小鸟。那个谁，懒懒说这两个关卡很恐怖，我也很怕。他昨天就只玩到咖啡结束，哎、欸，就玩到这边而已。我叫他去休息。啊，这边有一个，没有这个。啊，这是小游戏吧？我记得，这好像可以不用玩，对不对？电线 Go， 我好烂哦。你玩到这里的 BOSS 了。你玩了三天了，你玩了三天了，你还零分抓不到，玩 F 加耶，嗯嗯，电线 Go， 不能按键盘是不是？好，用滑鼠，用滑鼠。白痴哦、喔，什么鬼东西？哦，这里节奏是随机的哦、喔。哦，好吧。电线 Go， 随机了没啊？对地 get set go， 眨眼完毕啊！反正怎么唱阿爸呸啊？这个原因我讲过很多次了，懒得讲了。我在开台，
休息一下。橡皮擦可不可以再小一点啊，烦躁哦。最小了欸，高中想的，不好意思，这首 BGM 好熟，不会有版权吧？我以为会哭呢。可能画个图有版权，不要啊，嗯，汤啊，
哦，有，我抓到感觉了，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这个眼睛，对哟。趁现在在画袖子，小抖个欧耶！感谢陈烨的抖内。吧。小屁股。发疯了我，应该可以这样，耳朵再短一点。哦，我好猛哦！要尾巴吗？其实兔子尾巴不在这里。要一巴好了，没有一巴都不补。咦，好耶好耶，他这边又按下来，然后擦丝袜，我在干嘛？我天哪！不是啊，靠！你们给我来画，你们通通给我买这款游戏来画，画给我看，你们不要给我画成丝袜的样子嘛。那这边就比较暗啊。细一点呐、啊，我不是丢咖啡在画画嘞，哇！咖啡丢完了，要谁要谁可以画？这边没有粉红色啊，也不能画点点啊，这是红色哎、欸，这酒红色哎、欸，酒红色。
跟你说就很少啊。好会哇塞啦！哦，你好会吹捧哦。你看，还好他有橘色、黄色嘛。啊，没有肤色，肤色我就用白色代替啊。好安静，哪会安静？背景声音那么吵，天！可以涂外面嘞。哎，我画错了，等一下哦，你下来一点，好丑。这个样子很难当画画游戏吗？我觉得很简单啊，就是你要想办法用这些凑出那个嘛。像怎么画？画西瓜，西瓜就这边元素其实就够。哎，西瓜太简单了，来画西瓜冰。注意哦，这个是音乐游戏哦。是不是搞错了什么？画画不用教啊，你就拿色块一个一个叠上去啊。然后一个冰棒棍嘛，对不对？啊，好久没吃了哦，要出门买一个好了，没对称呢，要这样子。谢谢外送，送屁啊，超商就有，你在那边外送，你欠骂。还有什么可以画？蜜蜂。我们来画我们那个失踪很久的朋友，他说他晚上会参加高校，他今天他会记得上学，他有答应过我，
我希望我毕业前还可以看到他。可是要这样子啊，这样有比较可爱吗？好吧，那就这样子。哇，怎么那么可爱啊，可爱死了。我把那时候设计小雨的时候啊，不是那个设计，是画小雨的时候，我没有要算计小雨啊。我那时候画的时候，我想要帮他就是屁股加点花色，不是花色啊，就是一些特色，一个没有粉红色画不出点点哦。等一下哦，你要怎么画？画一只月月。像猫了吧？等一下哦。
我怎么画、啊？我看我像猫哎、欸，哎呀，什么画什么？阿长的壁虎什么壁虎？哦，阿长不是有养木手那个手工吗？木手工，对，把我讲成木手工了。反弹音乐哈基。Thank you.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阿长有画长颈鹿，我想哦，这游戏也能画画哦，然后想嗯，好吧，如果真的游戏不会玩的话，我就来画图好了。就发现我还蛮强的嘛。就在玩的时候看得到啦，看得到啦。还有谁？闪闪，你想不想入镜啊？闪闪，那闪闪怎么画？我塞一个啊，白痴哦！你是什么衣服？我找一下哦。仙女闪闪，本人怎么会有这样啊？就是你，我找到了。啊，不行，你是白色衣服，这样画出来你好像裸体耶，可以的吗？你可以的，可以。出什么商品？这就拿来当那个就好了啊！那是什么？什么豆哦？冰豆哦？就拼豆而已啊！那叫阿长繁星，这边写都行。嗯，这边要哭这里。对啊，拼豆超容易裂开的，我也觉得拼豆不好。
哎、欸，我们花多久了？哎、欸，要五点了，就可以关台了。去看我的影片，去看我的影片。酱油在哪里？导游，你在哪？嗨，导游。哎、欸，这个超简单，我等下晚点教你怎么玩。我们来玩一场。我已经玩到了，鸟鸟出来了。我们再来听好听的，听的好听的咖啡厅。那你截图好了，你看看到没有？酱油 S。没有啦，这个是有偷偷作弊。我还是喜欢听这首歌哎、欸，对不对？闪闪，做超好听的。啊，这个打完我们就休息。明明就有，你看这边这么一排，哇 ！Get set go。哭啊！我眼睛张开一下子就乱了啦。Get set go。And stop。这个是用滑鼠。C。你只要看到我提早按都是用滑鼠，如果是慢一点的话就是用键盘。影片出来啦，赶快去看我的影片。好啦。晚点再来玩，等十点后吧，十点后看怎样，看有没有玩东石大或玩那个，我们继续来画画，我们继续来画这些东西，就画这个很快乐哎，我们还有两只手可以画，啊这只手手。看，有一堆朋友陪我玩的有感觉。啊，感谢各位下午的收看，也感谢闪闪阿昶，感谢你们来看我的台。莫名其妙画了那么多，呵呵，就这样啦。哎、欸、哎，刚好，这样刚好，好了。感谢下午的收看啦，那我们晚上轻松高效再见啦，各位晚安，拜拜。三三晚安喽，快去吃寿司，我没吃寿司啊，我没寿司吃啊，不想吃。啊，对，冰沙我先帮你拔掉，感谢你的管台啦。